你们这是不好吃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平常本来就吃的少。哼，你看不能吃也不能喝，估计啊，干别的事也好不到哪儿去啊。林总，林总，哎，高老师来了，他们都来了。谁来了？ 大家好，文强，老林，大家伙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老林，你这带的什么好吃的呀？红烧肉，刚出锅的。大勇哥，听小王说您家新女婿来了，这不乡亲们可都来了。哪有什么女婿啊，只是小西的一个朋友而已。这女婿也是从朋友开始的嘛，咱们的礼数可不能少啊。不能少啊。我们桃园村务的一个风俗就是，有客人来家里面了，就要把好吃的都给你。 是小伙子，我们这里的风俗就是，这个新姑爷上门啊，吃的越多，这说明对女方越重视啊。啊，是吗？对，好，来，吃，来，走。嗯，状元糕。 烧鸡一只，嗯，笑话，笑话，年轻人也能，嗯。 下一份，行了。剩下的东西你们拿回家自己吃吧。哎，叔叔，我还能吃？你逞什么呢？你是想拿吃来证明对西西的感情吗？这能证明什么呀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巴蒂斯市可以不用吃了。你瞧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糊上了。乡亲们，当年呀。 我对西西他妈，我是怎么拿出我的诚意的？你们大家伙说给他听听。对，大勇哥那双手可巧了。哎，对对，当年大勇和文丽结婚的时候，那柜子都是自己打出来的。这能相提并论吗？你那时候是穷的没钱买家具。这是钱的问题吗？这是你爸我对你妈的诚意，懂吗？叔叔，我对西西也很有诚意的。口说无凭，你得拿出你的行动来。 我才会对你有所改观。好，那您说，我应该做什么，你才能信任我？你能做出手工沙发来，我就考虑把西西托付给你。老林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沙发怎么做啊？材料在哪儿？那后院一片竹海，现砍现做嘛，很难吗？好，一言为定，我一定能做到。 你这个往哪了？啊，小心。夏雨辰，要准备干嘛去啊？巡山。巡山还带刀，怕山上有老虎。好好玩啊！吃早饭的时候，林爷爷都告诉我们了，他怕要去做竹沙发。啊，走了。走吧。我像不像大侠？你小心点。 把这个也掏出来。嗯。肖一成，嗯，扎到了。啊，没有，没事儿。小心点儿。哦。你要做吗？什么？哎，其实就算你不做这个沙发，我也认定你了。哎呀。
疼？啊，不是，这话我应该录音啊。哎，真疼啊，真疼啊！嗯，我给你护护。嗯。不疼了吧？嗯。好。嗯。其实这事儿怪我，我应该提前跟我爸妈打招呼的。这事儿不怪你，是我自己贴着要来的呀。我知道你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要跟着来。其实呢，我就是想回家休息休息，充个电。让我看看充满了没有？充满啦。是你做的吧？啊，对，是我做的。不然呢？不会是个绣花枕头吧？怎么会？那你试试。那个，来，咱俩去试试它的坚硬度。嗯，嘿，上去蹦蹦。哎，林叔，你看，真的还可以。使劲儿，蹦蹦蹦。哎，蹦蹦蹦蹦，使劲儿。真的。哎，结实啊。那就勉强不算是绣花枕头吧。走，别点儿。老爸，说到做到啊。叔叔，您可以继续考验我的，我也会继续证明我自己。其实我特别理解您的做法，将心比心。如果我有林夕这么优秀的女儿，我也会这样的。我知道您对夕夕的爱，就算对我不放心，我觉得也很正常。但是叔叔，我想跟您说，这个沙发它不是开始，更不会是结束。叔叔，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都可以作为见证的。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您为什么让我坐这个沙发，但是我知道，您一定有您的用意。无论在阅历上，还是在事业上，您都算是我的前辈。前辈对我的指教，如果我不能理解，那我就是太笨了。小小，我知道你在你的领域非常优秀，但你越是优秀，我作为父亲我就越是担心。一个在事业上很强的男人，将来未必会是一个好丈夫。我明白了，你让我坐沙发其实是在考验我。百数不如一成，对吗？百数不如一成，说得好。我林大勇看人就看两点：心诚，手脚勤快。明白。老爸，那他的成绩？吃饭吧。好了好了。